灯饰的，早上好，等哪个？净说一些没有用的话。不是，你小时候在家没跟你家里人一块睡过呀？没跟你哥们在一块睡过呀？睡床上，睡炕上，到底谁睡谁？你这东西不知道你啥想法，哥们儿，不知道你啥想法。你看我俩像谁睡谁？你就说就你的想法，咋整？等这二哥出发了，我就上那屋住下了，我就上那屋住下了。二哥哪天走啊？不知道啊。不知道啊，这不是说今天走吗？具体几点我也不知道。欢迎医生有你哥，怎么又犯病了？又犯病了，喝多了，喝多了哥，喝多了。昨天喝多了。又犯病了，谁喝多了？我姨，我榜一，让着点儿，让着了，我让着他了。我以为老二又喝了呢，不是，我姨，我让着他了，哥，好像有你哥，我没说啥，我啥也没说，对你榜一总那样，习惯就好，对，哥都有的都知道，习惯就好。哥，你看我把那个屋装安个灯，到时候下午我再收拾一下。下午我再收拾一下子这屋，小直播间儿，这屋，这小屋。在这屋小屋直播，说行，嘎嘎嘎嘎地，灯都开上了。嘎嘎地，欢迎早点遇到你哥，对，整理干净。整理干净，收拾一下。对，收拾一下。欢迎仔细动态哥。下午收拾一下。欢迎退哥。下午收拾一下子。没啥事，到时候在这屋里，晚上在这屋里播，是吧？多好！但是我那天我在这屋看见这个烟，我都没抽过，这烟我都没抽过。
这些烟我都没吹过，欢迎小强哥都没抽过。我肚子又疼了，哥爷。老头牌的啊，你见过这烟哥？我肚子又疼了，哥，我好像坏肚子了，要窜稀。我去解决一下哥姐姐吧，你们唠会儿啊，我就憋不住了，肚子疼了，今天不知道咋回事，坏肚子。我先去了，哥姐姐们，你们聊聊一会儿，我先去了啊。不行，要出来了。拿根烟，但是我必须来根烟，所以就出来了。哎呦，欢迎小宝哥。哎呦。
在哪整？川西了。有你哥，今天没忙啊，哥啊。今天没忙啊，有你哥。川西。欢迎早点遇到你哥，早点遇见你，把你放在日记里。晚上。